大家刚刚在我们旅行社的带领下都非常的热情，好像非常希望各位把这个精神带回到学校里面，好日后在升旗的时候如果有师长跟各位问候，我相信我们同学应该也会一样热情的来回应我们的师长，对不对？好，首先我们先谢谢我们家长会的副会长黄佳莹副会长，好，这三天要陪同我们一起，那我们先一个热烈掌声，谢谢副会长，尖叫声。好，第二个我们要谢谢这次承办活动的学务主任，还有雅文组长，还有吴荣大主任，以及我们一些行政同仁，好，一起来协助大家，我们来一起谢谢他们，掌声加尖叫。还有陪伴各位最辛苦的我们的七位导师，不离不弃的，好陪伴大家，好，不管在学校或者是在我们外面的活动，是不是我们也热烈来谢谢一下我们七位导师？好，上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听到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工作同仁都说，各位在这两天的表现非常的好，他们在带领的不同的学校的活动当中，觉得我们同学的表现礼仪各方面都非常的杰出，非常的优秀。对学校来讲，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对各位教导师长教导各位最好的表现。再一次祝福大家今天我们晚会顺利，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表演的班级能够活动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掌声加尖叫。各位同学大家好，可能到现在你们才知道我是谁，不然一直你们都是觉得我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哪些的，哎，我不是怪叔叔，我可能是怪欧巴桑哈。OK， 那看到各位呢呼声那么大，所以把台风给吓走了。一路来讲，我们都把所有的风雨赶走了，非常好哈。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各位努力的玩，用力的玩，可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再来晚上进行之后呢，不要忘记给你的爸爸妈妈打通电话，祝大家一切玩得开心。再来也非常谢谢校长跟主任，还有老师们，还有各位队辅们给大家的一些帮助跟就是一个协助，让大家的整个旅程那么顺利。好，谢谢大家。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红色领带的肩，将头发梳成那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都会好见你长相美。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Yeah.
奖励就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几班的同学？最屌的90期。你有自我介绍的机会，但是没有拿麦克风的机会，要记得这件事情。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蒋浩哲。好，没关系，各位有听到就好了。请问你踢进了几下？13。确定吗？你怎么讲的不肯定？是13还是3？13下，不错，请3234，握握手来，1234来，全都是的数。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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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场简直就跟贪食蛇一样，不要动，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找出全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请站着，其他人请蹲下。第一个
起拍手。同学，请问你是几班的？二班。二班的同学，二班在哪里？哇塞哇塞，我们即将在这个二，拍手，拍手拍手拍手，准备准备，五六开始，一二三四，来敬个礼，大声。Yeah.
样的装饰都有，我的妈呀！好，我这都流汗了，认真，鞋子都穿在手上面了，很好。下一位，这一位，这个姿势不好看，不过我觉得蛮可爱的，名牌绳也不挂好，这也是一种装饰的方式。下，你，这个是几班的？我知道了，你们知道他的特色是什么吗？就是他会自我旋转。继续。哦，对，很好，很好，很好。他这个是卖鞋子的一种方式，只是怎么样？怕下雨，所以个人装扮得很好。接下来下一位厉害的这个，这一个个人技能是腰屁股，先给他掌声一下。如果我是评审，本来给你100分，因为你腰屁股就是变80，太可怕了。下一位。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 DJ 的那个，不错不错，很可爱很可爱。我们的 DJ 等一下记得到旁边帮忙放个音乐哦。下一位，小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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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没有人有在玩那个宝可梦的？等一下这只记得收走，好不好？很可怕，不错不错不错，所有的代表表现的，我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先拍照，先拍照，哎，不错不错，来喽，一二三，去走走西头，下午要去车城进行 DIY， 我们就即将一路北上回到学校。离开了鹿港，我们前进了下一个景点，让大家一起去走一走。所有大同同学的身影。我的感谢是实属于906的，从706到906，我们换了两个老师。我们班，我赶紧感谢王鹏章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就算换了我们的林倩如老师，我们也要感谢他。不管你们对我们有多凶，我们也感谢，谢谢你们带了我们一年跟两年，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不要哭，我不要哭，真是傻眼，我真的不要哭。还好，其实没有想哭啊。我希望你们能感谢你身旁的朋友，他们陪你3年了，这3年就这样了，就被骂了3年，也感谢你们老师骂你3年，希望你们多花点时间好好的谢谢他们，就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想必大家也不陌生，那我想讲的就是很谢谢就是所有跟我同届的，因为作为小感的我们就是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啦，然后我在3班是应该说是最潮的那个女生，就对。然后呢，我们班应该是说永远都是被大家封为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都是最嗨的那一班，可是就是在该嗨的时候不嗨，所以就会像现在这样很安静，然后不然就是后面做自己要做的。那我也想谢谢其他的班，就是虽然有些人我们可能吵过架，或者是互相嘴炮过对方，或者是有玩过很多很好玩，留下过很多很好的纪念，或者在走廊上就像萧伯那样跑来跑去的。那我想谢谢你们，就是从7年级到9年级，你们可以陪我一直疯到现在，谢谢。我是4班的科卓，想必你们大家应该也认识我吧，所以学校应该对。然后我想谢谢9年4班这3年就是一直陪伴我们，然后一起哭一起闹然后一起笑，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在9年4班，那谢谢冠峰老师一直就是陪伴我们，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就是谢谢你们从7年级到9年级就是这样子包容我们这样，然后从幼稚到成熟，老师也包容我们很多，就是虽然我们常常惹你生气或是那个
在耍幼稚啊什么的，可是你还是没有放弃我们，就是很耐心的教导我们。那个谢谢老师。老师，虽然我前阵子就是跟别人起冲突，然后让你很失望，然后很对不起，然后你想哭就哭吧，不要忍住啊。但是明天过了你就不要哭啊，因为今天的眼泪是为了我们而流的。然后还有谢谢我们917的同学，虽然你们嘴巴真的很贱啊，但是不过就是我们很团结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要跟陈芳主讲一句话，他是今日的寿星，生日快乐！哇，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904班的张家轩。那我首先想要感谢的是904班的班导关凤老师。今天904能有这样的成绩和这么团结的力量，都是因为有老师在后面帮忙大家。然后我要感谢所有教过904的老师们，谢谢你们的努力。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904全部的同学。这三年相处，我们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那个彼此的一个团结跟友情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吐完最后一口气，要闭上眼睛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记得我们做过多少事情，但是我们一定会记得陪伴我们的同学还有我们的老师。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好，大家好，我是905班的刘月华。然后我今天想说的是，为了今天碧旅的晚上的表演，我们班真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我们每天都练到很晚，就算已经读了一整天的书很累，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练习。我想谢谢陪我一起努力的同学们，然后还有我们班的导师周玉金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总是陪伴在我们身旁。905是最棒的，掌声鼓励鼓励，很安静的人。然后我要献给901班的同学们还有导师，从今年级到现在，虽然说就是谢谢你们的鼓励还有支持，因为你们大家，所以我才能成长到现在。从最安静的我，因为你们陪我一起玩耍打闹，让我成为现在很活泼。然后也谢谢导师你们的支持，让我有动力能继续像朋友们这样子同学一起玩耍鼓励。然后同学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这三年来当中，我很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你们。掌声。嗨，大家好，我陈静，我是902龙魔洞。我要讲的不只是给902同学，还有给那些虽然知道我过去犯了这些事情却依然敬仰我的老师们。虽然你给过我很多次机会，虽然我可能让你失望了，但你还是继续教我。但是有些老师，虽然你可能反应有点过大，但我没有特别讲谁。国文老师。然后我还要给所有902的同学大大的一个赞。从当初七年级喜欢打架的那个我，到现在一天到晚呛老师，没什么好评，但是我还是改变了。我没有再跟以前一样那么的蠢，虽然好像还是一样。不用笑，笑的人也很蠢。哎，我现在想讲的就只有这些，谢谢。谢谢。坚持一直不断的在挫折当中努力下去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把这个机会留给他，是因为他从大概5秒开始，他每一回合都使足全劲的在希望可以上来争取这个机会。我相信他一定有很深的感受，很想表达的人，很想感谢的人，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他。时间太短，感谢太多，我想要感谢906班全部的人，然后想感谢倩如老师。那我想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个是3班刘思婷，
另外一个是四班范佳宁，你们陪我五年了，九年了，每次我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你们在听我讲话，真的很谢谢你们。好，谢谢这边所有的人愿意听我讲话，谢谢。掌声鼓励鼓励。我是那个九年三班的，那个我要先谢谢九年三班的各位同学，然后还有陪了我们将近三年的学生老师，然后在这边我们要跟一位老师道歉，就是九年七班的导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他叫做秋雨，秋雨老师。老师啊，我骄傲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加油！加油！老师对不起。哎呦我的妈！有有有！谢谢老师。然后我。加油！哇，很棒哦！名声加油！加油！我可能每天迟到，然后不可能是真的，现在还是个小姐，然后每天带给班上很多麻烦，然后老师跟副班长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可能改变很多。然后可能也越来越会惹麻烦，然后还是谢谢你们。然后我数学会及格，老师你要看一下。然后就我会加油，然后不会再每天迟到，至少三天会就是早三天。好，就这样子，谢谢。哇，歌声，大声的唱出来哦。望着微笑和哭泣，望着追逐天空中的星月，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到达那默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在这边想问同学一个问题，你觉得全台北最棒的学校是哪一间？那在这个学校里面最棒的班是哪一个班？最好的老师是哪一位？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